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边小子。本期是小子巡查第十期，这是被举报玩家的视角。看之前有粉丝说花了很多钱的玩家都不敢作弊，这个够有钱了吧？向日葵套装、火箭少女系列的背包头盔、橡皮肤，我忘记叫啥了。总之这一套下来没少花钱。这样的玩家也会作弊吗？看看他为什么会被举报。这波压枪可以啊，比现在很多主播压得还稳，手搓远距离还能压这么稳呢，你能想到谁呢？然后是下一段，这波就能明显看出他有透视嫌疑。300米左右也能打得这么稳，我要是有这压枪水平，早就上无敌战战神了呀。不过现在这种氪金大佬作弊的，要么就是和朋友借的号，要么就是自己的号被盗了。不管怎样，有违规肯定是废了。可惜了，这么多皮肤的号，这送给我多好啊，是吧？接下来这段由小伙伴自行判断，看看眼尖的小伙伴能不能找出什么猫腻来。好了，我是巡台小子，为了和平，咱们下期再见。